刚才那个有点问题，程序是程序是一样的，因为那个网页我们已经爬下来了，对吧？估计服务器回传的话，它肯定有点问题。那么趁这个机会，主要把这个爬虫讲了。那个爬虫它其实很简单，无非就是解析这个网页上的这个超链接，对吧？因为你把超链接拿到以后，你就可以再重新构造个 UR 了，就是一个递归的过程，对吧？然后一直不断向外发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个里边重点就在于这个爬虫里边，哎，这个超链接如何去提取？大家看一下我们刚才下来的网页，是不是这个 1.html 啊？对吧？那么这个网页里边哪些是超链接呀？是不是所有的 A 标签啊？对吧？这不是 A 吗？这不是超链接吗 ？A 标签里的 half 地址就是我们要拿的东西，所以这里边的 A 特别多，对吧？这都是。那么我们要通过一个什么正则表达式把它都取出来。好，那么咱们看一下超链接 A 它是怎么构成的。正则表达式它要提取什么？它提取 A 超链接的值啊。超链接它是一个标签对吧？它是 A， 对吧？然后它后面跟什么？是不是跟了一个 half， 对吧？后边跟 half， 然后里边跟的是双引号，双引号里边就是地址了。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我们只是把这个网页中所有的 A 中的 half 中的值取出来，对吧？那么做这样的工作就是谁的强项？正则的强项。那么我们知道你在这个里边写，你可能写任何值是吧？对吧？你可能写任何值。然后我是从这个号是不是到下一号，对吧？双引号嘛。还有 A 后面它有多少个空格是不一定，还有可能是字表符，但它都是合法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在写超链接正则的时候，我们这么写，看一下混能。在字符串里边，那么 Java 中有一个 pattern，这就是模式啊，对吧？也是正则表达式编程里边经常用的一个手段。首先我要制定一套模式出来，这套模式就是我要匹配的规则。还记得杠 S 吗？杠 S 啥意思？非空空白字符，对吧？那杠杠 S 呢？因为杠在 Java 里边是特殊字符的转义，对吧？所以杠杠 S， 那星代表什么？星代表是零个或者多个，对吧？那么应该是加号好一点，对吧？就至少一个以上。OK， 那么我们说星，后面是不是匹配个 half 啊？注意啊，整个这个串的意思就是它以杠 A 开头，后面跟了一对跟了一些空白符，数量不固定，然后后面又跟了个 half 吧，对吧？跟 half 完之后又是等号，然后又跟了一个什么双引号，双引号要转义的，对吧？双引号要转义，就杠。双引号。那么注意，在正则表达式里边匹配双引号就是双引号，能理解吗？在正则里边匹配双引号就是双引号，而我在 Java 里边，我要想输入一个双引号，是不是得转义啊？对吧？所以是杠双引。那么中括号，我们先不看中括号啊，先看它里边内容，杠 U 零零零到杠 U F F， 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对，所有字符，这就是 Unicode， 明白吧？我们通过 Unicode 的表示法，把它的所有的这个字符都抠出来，然后，但是不能是哪个字符。你想，你双引号中间写了很多字符是吧？但是不能是双引号字符，能理解吧？所以加了一个语，加了一个语之后，那么后面这个是不是又是一个中括号？然后这个尖号表示什么意思啊？尖号表示不是取反吗？不是什么字符？那这个杠 U005C 和杠 U0022 这谁呀？这就是那个双引号的 Unicode 表示法呀。所以这个杠 U005C 就是一个斜线，就是一个杠，杠 U0022 就是那个双引，能理解吧？是通过这个方式把那个串中的模式给它匹配出来。那么这个加中括号啥意思呢？
这个加中号，你想想啊，我们说你在整个字符串当中匹配一个子串，就是这种模式串吧。但是我是想要哪部分？我是不是想要它双引号中间的部分，对吧？或者说你可能想要这一个子串中的若干部分，不连续，所以就要对它分组。分组怎么去定义分组呢？这个中括号就是分组。所以我是把双引号里边这个内容单独做一组，那对吧？我单独作为一组，我在取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取出这一组内容。那我还用不用取出整个 A 串，然后再解析它呢？就不需要了。所以它是分组。那么这个模式，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表达式来写。暂停。Scala 里边写这个，注掉，粘贴，这是 pattern 吧？变成模式，这个是匹配器是吧？那么这要导报，这是 Java 的对吧？ Java 什么包下的呢？ Java 工具包正则包下对吧？然后这个 string 的话是不是就是那个字符串啊对吧？这个字符串我怎么做的？ value 还记得 source 吗？对吧？作为 from file 啊，你在D 盘下那个 Scala 是不是有你刚下载的一个网页叫 HTML 啊？是不是可以立刻做串，对吧？做成一个串就把 string 放这儿，然后我这个字符 C 是它吧，对吧？这是那个字符 C， 咦，这什么东西？是它吧？杠 U 错了。杠 U0022 这什么东西？他说不能解析字符是吧？那就这样。这样就好了。这好像没用啊。是没用啊。对吧？那么 M.find， 这是 M 匹配器吧，对吧？他要上这个串里面去找去。那么他是一个一个找。这段 value 嘛，对吧？那就不需要了吧？不需要是吧？我们运行一下，看它能不能找到所有的链接。找到没？是不是找到了？对吧？但它不是 half 中间的值啊，它要找 half 中间的值，那么它打印的是什么？就应该是第一组。如果他不加，就是把整个串都打出来。我加一就是打印出他的第一组，零是全部。哎，零是不对吧？我这有一组啊。M 点 group 哪位大哥啊？双影哦，对，在他后面加括号是吧？不对啊，是中括号吧？是小括号吗？我这是测过的呀，我这个这儿吗？我加他，我这测过的呀。就取出来了，对吧？这样就取出它这个里边所有内容了。哎，那我这当时没写上，粘
这儿呢是在它里边去加了个小括号，对吧？把这个加上，是它吧？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不需要。那么你这样的话就能取出所有的什么超链接地址吧，然后回头呢你再去便利这个集合，然后每个都加上什么，加上它的具体的前缀，再构造一个新的地址，再去下载，周而复始，对吧？就是没完没了。这就是爬虫它的一个原理，这是对于 Java 的实现。所以它的大部分时间在干什么？在解析这个网页，对吧？解析网页，解析它的地址。好了，那么以上是对于这个